这盘就用头很硬战术啊。等下我就不出那个，不出 AC 来练了，直接练。对，直接练，我不用这么早造这个 BR 的，可以晚一点造的。好蠢！出 Warden 怎么打宿主啊？你也是逗。Warden 打宿主在1.20之前可以打，现在打不了了。毒标的 HUM 增加了，你根本就杀不死这个剑圣。可以出碰，可以出 QG，就是不能出 Warden。Our warriors have engaged the enemy. 哎，他会卡位的，这个人，这个小怪，这么机智。哎，我还控制苏来吃苏，我是喝多了吧？我一定是喝多了。头环还可以。早点补第四口月景，补在这里了。好，出发了，可以去骚扰他了。其实我还可以再偷一个宝物的，对，再偷一个宝物。我这么早过去没什么意义，他也不会继续练了。直接偷，偷。头很硬才是王道。至于你问我是哪个头，我只能说都很硬。哎呀，我靠，手套一般，手套我要卖了换个头环。这里还可以再练多一个三级怪。哎。这里要吃掉他，造不了东西。我靠，什么东西啊？这都是什么玩意啊？哎，其实可以再这样子，再往前造一点。这里放个商店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他在干嘛呢？他人都不见了。他在练级。其实我这个粉是不用买的，买的有点蠢。
有种你别出来！但是我这个建筑学出不来啊，这个建筑学是学 K 神的，我跟你们说。哎呀，我靠，还好走得快，走了走了，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，兄弟别追了吧，别追了吧，他还追，他没魔法了，他的剑圣，硬生生把魔法给用光了，哎。这都被发现了，哎，还能再抽一下，好，走了。他剑圣什么装备？我靠，这么屌丝这个剑圣，太屌丝了这个剑圣。Your building is complete. 哇，好过分啊，这个人！卖掉这个粉没用，走啊，亏点钱就亏点钱。没所谓。去下面偷宝，头很硬才是王道，其他都没什么用。其实我等下甚至鞋都不用，鞋都可以卖了。他这里肯定是没练。练完了，升到三级再说。我比他多一个头环还不够啊，他就很屌丝了，好吧？三级，学2级的闪避。头硬才是王道，这个战术里面，你看我已经有半对风德了，吓都吓死他。三级血，2级闪避，然后再带个夺球。好了，可以去一波了。哎，哎，好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让你来偷鸡，偷鸡好好玩吗？偷鸡好好玩呢？偷鸡好不好玩？五峰都可以随便死啊！什么叫非主流吹风啊？常规吹风好不好？你们也懂玩这个游戏。他在练闪电，我已经五牲口了，成型的快不快？我已经五牲口了。我操！哇靠！有点过分啊！我操，他怎么这么多魔法？我这补兵速度，他是不是失了？
头硬不硬？这个卖了，哎，回城血瓶，好，再来一波。他牛头练得好快啊，这就到三了，应该是打了本黄书吗？他有没有打本黄书？快五级了，快五级了 ，DH。追着他来怼，哎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飞起来了，不会飞。又打不过我。哎，我靠，各种补刀这个逼。他根本打不动我的 DH， 我 DH 是5。他没兵了，他已经，我还有个战神 DH， 就问你慌不慌？哎，牛头死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波不亏。这猎头好烦，打死他。茫茫多的兵，死！哎呀！哎呀，死了，到六了，到六了，变个身，变个身，变身，变身，哎，不让我变身这个人，怎么样，可以吧？这个人不菜的，这个人，业余里面应该参加过凤凰杯的，我记得他。